有时遇见笑，但如同大暴浪；有时又受伤，但几乎要绝望。若把注定恩典从头数一数，便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注定恩典样样都要数，注定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跳重担，有时背着十架各着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已或是笑趣，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或小，不要丧胆，因主早已得胜了。甚至主有恩典，必甘愿辅助安慰人道，我们一直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世上各种东西，价值哪里可比？你是我心所依，也是我心所盼。求告你真感，我尝过也亲到最甜美的祝福，你除去我心锁，也除去我羞愧。求告你真感，恳请主圣灵这刻亲临，将这空间的每一方拥人，主的恩光正是我心所求，让我可触摸奇妙圣灵主。世上各种东西，价值哪里可比？你是我心所依，也是我心所盼。求告你真感，我尝过也亲到最甜美的折磨，你除去我心锁，也除去我羞愧。求告你真感，
主圣灵这刻亲临，将这空间的每一方拥入，主的真光正是我心所求，让我可触摸奇妙圣灵之。心想多失，意识到你同在内临，可亲身的体察你真光荣耀降临。心想多失，意识到你同在内临，可亲身的体察你真光荣耀降临。恳请主圣灵这刻亲临，将这空间的每一方拥入，主的真光正是我心所求，让我可触摸奇妙圣灵之。生命每分，全部没有保留。
像看高打破尽情奉献，旧我都粉碎，与神面对面，今回后呼吸，亦要成就神定旨意。我爱你，也
虽不怀疑我爱你，又听我弹琴吹春泥，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都藏在那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你要相信是我你你爱我让你在你爱的光中我都沾了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永远靠近你的你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个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失眠送你却不被困住，心里作乱却不知失望，自责自己的人足够沉重，记住无比永远的荣耀。失眠送你却不被困住，自责自己的苦楚都成就，记住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永远靠近你的你，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都在哪里，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弟兄姊妹，欢迎大家来到温哥华环神召会的主日崇拜。不论你是现在去直接听我们这个崇拜，或者之后在 YouTube 再 去看的时候，我都欢迎你的。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有个祈祷的时间，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去祈祷，将个时间交给我们。最后一种是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同在超过我们的所想象，以至乎每一次我们来到去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主你其实一路不离不弃的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题目，怎样进入你的同在，怎样来到去进入这种的祷告，我们祈祷是主你圣灵帮助我们，要赦免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执着于我们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去有没有感受到你，但主你今天却要提醒我们，你欢迎我们随时随地去到你自己的同在之中。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以上真的一起敬拜你的时间。我们的祈祷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步每一秒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懂得真的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于你。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好，今天的题目就叫做进入神的同在。当我们知道这个题目其实都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今天的题目最主要是讲到关于祈祷的。虽然我们仍然是在做这个系列，就是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定。
咁啊，无独有偶啦，上个礼拜日咧，我就睇卢云神父一篇嘅灵修默想嘅文章吓。咁啊，我呢度好简单去介绍一下，因为佢都讲及到祷告，亦都讲及到神嘅同在。咁所以咧，系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佢嘅题目叫神嘅缺席同埋同在。当然呢个我自己翻译啦，佢净系得英文。咁啊，佢嘅灵修嗰个资料咧，我已经打咗佢个 website 喺下底，咁所以如果你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再去参考。咁喺呢篇文章里面咧，佢其实主要讲三样嘢关于神嘅同在，咁但系都联系于祷告。第一样嘢佢提咧就系话，即系神系超越嘅，英文就系话 God is beyond。咁啊，超越啲咩咧？佢话超越咗我哋嘅心灵吓，超越我哋嘅 heart 同埋 mind 吓。另外佢话超越咗我哋嘅情感同埋思想。亦都超越咗我哋嘅期望同埋渴望，咁仲要超越咗咧，系嗰啲构成我哋生活嘅所有事情同埋经历，即系话神系响我哋一切所经历嘅事情，佢都超越晒呢一切噶啦。OK， 咁呢个系佢特别响呢个即系灵修小品里面咧，特别提到一个提醒嚟嘅吓。咁呢个超越有咩特别嘅地方咧？即系话，即系就算我哋喺嗰一刹那做紧我哋惯常做嘅嘢。但其实神都是即系超越呢一切 ，OK？ 咁第二点咧，佢想同我哋分享咧，佢就话神虽然是超越，但系咧佢却系仍然响呢一切所有嘢嘅中心嚟嘅。即系话我哋就算做乜嘢嘢都好，我哋就算将佢撇除于我哋嘅生活以外都好啦，佢仍然系呢一切嘢嘅事物嘅中心。咁一阵间佢都会用个例子咁，我都会再去分享。咁第三个主要嘅内容里面咧，佢系想讲乜嘢嘢咧？我都讲埋第二样先啦。佢话咧，神却系一切嘅中心嘅时候咧，佢讲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我自己都要去反复嘅嚟到去思想啊。佢话咧，因为咧呢种嘅祷告咧，让我哋知道咧，即系其实我哋会重新意识到神嗰个同在，同埋神嗰个嘅缺席。OK， 咁而呢个神嘅同在同埋缺席咧，佢嘅意思系讲紧乜嘢咧？就系话两者咧都系同一时间嚟到去发生。基本上面我哋好难分开啊！呢个系神嘅缺席嘅时间，呢个神系同在嘅时间。佢话两样嘅嘢系即系相会在一起嘅吓。咁而最尾嗰点咧，亦都即系简单，佢系其实都有一个总结啦。佢就话喺祷告当中咧，神嘅同在从来唔会与佢嘅缺席嚟到去分开嘅，而神嘅缺席亦都唔能够与佢嘅同在嚟到分开。嗱，讲到好远嘅系咪？即系讲完之后，可能我哋都唔系好明佢讲乜嘢嘢咁样。但系咧，佢用咗一个例子，就系耶稣基督喺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咧，曾经引用诗篇二十二篇一节。我哋喺受苦节嘅崇拜里面咧，都用呢节嘅经文成为我哋个讲道嘅主题。耶稣讲什么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面讲这句说话的时间，其实他完全，你可以明白到他的感受上面，他是感受到完全的孤单和完全的、就是、被接纳在同一时间出现。就是说当他呼求的一刹那，其实他是讲着、就是我是感受不到神在我这处的。但是当他宣告的时候，他正正是这样的东西是临在当中。即是说他呼求的时间，其实他知道神在那一刹那其实是与他同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间，他说在一个好像很漆黑很黑暗的环境里面，就是耶稣宣告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呢，在那一刹那突然间多了一个新的亮光。就是说神那个的同在不是单单很着紧的是跟耶稣在一起。神的同在竟然因着耶稣基督所摆出上的、所牺牲的、所钉身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突然间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曾经经验过神好像不在树，神好像离开了我们这样的情况。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很实实在在的经历，还有他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的时候，竟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这个也是耶稣不断的在他离世之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离世归父的时间，神就要去将圣灵赐过给我们。所以你发觉当耶稣虽然他知道、即是那一刹那他
感受不到神是真的跟他一起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他是正正神悦立了他的摆上，而且他宣告着他的临在会是以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临在在人的当中。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得到，就是说即是在那一刹那好像是耶稣跟神最分离的那个层面的时候，他显示出或者揭示出神那个的同在一个很重要 的部分。所以卢云神父在最尾的时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祈祷就是应该进入到这种的隐密当中。这种的隐密当中是讲什么？就是说在那一刹那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觉得神是跟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认定神就在那里。OK，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这样的来到去依靠交托去信靠的那种跟神的关系当中。咁你可能话，哇，咁即系点啊？嗱，我好希望今日藉住呢几段嘅经文，同埋我呢两个主要嘅要点咧，可以帮大家去思想一下，我系点样祷告当中嚟到去进入到神嘅同在。咁我睇睇今日嘅经文，今日经文有两段嘅，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圣经咁讲，佢话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发觉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鼓励，也都一阵间会进入到我的第一点，就是说在神的同在当中来去祈祷。另外一段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第139篇第七节，圣经这样讲，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诗人去表达着，啊，我不能够逃离开神的那个的同在。一阵间我们都会再去解释。今天我第一个主要的要点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来到去祈祷。当我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这样的奇想，我就想帮助大家去看看，究竟有时候我们祈祷 的过程里面，或者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同在当中祈祷里面，我们经常出现一个类似的情况。这个类似情况呢，我用一个这样的情景来到去表达，你试一下听一下，即是会不会这个有时候都是我们 的情况，特别在祷告里面。假设你很想找我来去帮你手做一些事情，你又知道我住哪里，你又知道我的联络方法，就算不知道你都可以透过找其他的人去知道到我的联络方法。但你却是没有亲身来找我，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没有传短信给我，没有 WhatsApp 我，也没有透过任何的社交的媒体来去联络我。反而你是将你想找我的即是帮忙的事情写了一张字条书，然后塞了去一个干净的玻璃樽，然后塞住它，跟着你就揸车去到海边，然后呢就在海边的时候一大力一揈，将个玻璃樽掉落海。为什么你这样做呢？因为你期望余牧师会很快来去复你。会不会这个有时候是我们祷告里面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们很想神来到去帮我们手，但是你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一个很迂回的途径，我们知道怎样来到去神的面前来到祈祷的，我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跟他来到去讲的，我们甚至乎呢，有不同的渠道都可以去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我们往往呢我们做一个什么动作呢？我们写了一张纸仔，然后塞了个玻璃樽，然后塞住它，跟着就掉落海，期望神呢很快来到去回复。其实我再去用这个例子尽心一支来到底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可能刚才你的动作你不是想找余牧师来帮你手的，你可能是向神祈祷的。你祈祷祈什么呢？你就说，啊，主啊，你感动余牧师来帮我手就好了，你感动余牧师照我所写的那张纸仔来帮我手就好了。所以当你掉落海的时间，你期望看看神有没有垂听你的所求，然后感动余牧师主动的来到去联络你和帮助你。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讲一件事，很多时候你发觉当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即去了另外一个空间境界里面，而这个境界里面我们不知道找哪个帮手。哪怕我们的祷告内容都是我们是宣告着，神啊，你来到帮助我，神啊，你来到去解决我这个问题，神啊，我为到这件事来到去感恩，即不论我们做什么都好，但是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好像去到一个位置是不同神在那个的通的那个状况里面呢？往往这个就是我们出现了在祈祷或者出现了在神同在当中祈祷的那个问题。
今天我很想藉着这个主要的要点里面有两点来跟大家分享。 A 个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应该是专注于正确的对象。我再讲一次，我们应该专注于一个正确的对象。我们看回刚才的经文，这里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老实讲一句，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是觉得应许来的，是不是？而你即我不知道你， 我自己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呢？啊，这个神很大的应许啊，所以我求什么呢他就给我了，我来到去找什么呢我就找到了，我来到敲门呢他就会为我来开门了。但是 我想告诉大家知道，我们很容易即聚焦在个供求之上，即是我们求就会得到了，我们找就找到了，我们敲门的我们就会即会为我们来开门。但即我想说这句说话，其实我们忽略了祈祷的一个的对象。OK， 你发觉第九节里面，即耶稣鼓励我们，他说我又告诉你们祈求。虽然他没有说你去祈求，但是 你发觉个对象一定是说你要祈祷，因为他用一个叫做即命令式的语句，祈祷就给你们。所以 我想说的，即当我去看回耶稣说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对象究竟是对哪个说呢？他不是去对着我们的需要来说的，他不是对着我们，哇你今天不够东西吃啊，你祈祷吧，祈祷就给你的了。不是啊，成段的经文，成句的经文里面，耶稣聚焦的是 you 这个字，是我们这个字。即是意思是说什么？耶稣去鼓励我们的时间，他不是说啊，我知道你有这个难处，所以我现在帮你解决。不是啊，他的焦点是你去祈祷的时间你就会得到，你去寻找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去敲门的时间就会给你。我就要问，如果耶稣的焦点是我们的时候，相反我要问的，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焦点竟然是供求。我们的焦点就是说是不是真的那么灵啊？我们的焦点就是我们这样祈祷是不是真的拿得到啊？我们没有进入到在那个同在当中，因为耶稣在跟我们去聚会面的时候，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这番说话的时候，他的焦点只是他所说的这位的对象。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在到这个神的同在当中祷告的时候，我们成日做错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忽略了个正确的对象。当你进入祷告的时间，你的对象不是你的代祷事项，你的对象不是那些需要的事情，你的对象应该是你即时去跟神有那种的会面。所以今天我很想彼此来去勉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我们太多的时间我们聚焦在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正如刚才我用的例子，你可能向神祈祷的，想余牧师帮你一些东西，但是你用一个很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到表达同样的问题，但是你直接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不要其他，我只是要见到你，我只是要得到你自己那种的祝福和帮助。所以耶稣去讲话，你祈求就给你们的时间，他是鼓励我们去应该的对象里面来到去倾诉，这个才是在神同在当中的祷告。第二点我在这里想提的，就是说将你每一个祷告来到去变成祝福。当我一路思想即是在神同在当中的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节。这节经文呢，即虽然即我只是拿了这节，但我鼓励大家由第七节一路看到差不多近尾，关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耶稣突然间在即跟这个对答的当中呢，因为他即是在个中午的时间疲累了，所以他就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拿水。撒玛利亚的妇人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竟然问我拿水。然后耶稣即时在第十节的回答说什么呢？就在这里所说，耶稣回答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地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会求他，他也早就会给了你活水。我突然间一路去思想的时间，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内，包括我成为一个牧者的时间，我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哋知道嘅某个程度上面，我哋知道神系好嘅，我哋知道神系听祷告，我哋知道神喺各方面其实都有恩典俾我哋。但系即系我哋却系即系换句话说话，即系我哋捉到鹿唔识脱角啊！个意思系讲紧乜嘢？如果神真系咁好嘅时间，我哋如果问啱嘅嘢嘅时间，我哋已经一早得着我哋所要嘅嘢，一早得着神好想供应俾我哋嘅嘢。唔好忘记呢段经文里面，耶稣同呢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紧乜嘢咧？系耶稣先问呢个妇人攞水，然后呢个妇人就问你呢个犹太人竟然问我撒玛利亚人攞水，然后耶稣嘅回答系讲咩？如果你知道神嘅恩典。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同埋对你讲说话，请俾我水讲的呢个人是边个嘅时候，你就会反过嚟你去问我。弟兄姊妹，有时候神是用一啲嘅提问，用一啲嘅方式，用一啲嘅回应。呢、这个回应就好似头先即系卢云神父所形容嘅，佢好似系 absent 咗，佢好似突然间唔响我哋嘅当中，缺席喺我哋嘅里头。但系佢唔系缺席嘅，佢其实想话俾我哋听。他想将最好的来给过你和我，但是往往在那些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好，我们往往觉得他是不在我们中间。但你发觉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不是带着那种疑惑来对他讲这句说话，他绝对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但我刹那间他知道我内心里面真的感受不到他的时间，我就向神倾心吐意去讲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很想提醒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成日都很就是很喜欢化晒妆才去见他，是不是？就是什么为之化晒妆来见他呢？有时候我很欣赏一些初信的朋友的祈祷，那祈祷你发觉他的祈祷不同我们祈祷的，我们祈祷是文绉绉的，我们祈祷里面很多属灵词汇的，我们祈祷里面是 很修饰过的。但今天我相信神想我们进入祂的同在当中的祷告是什么？我们是直接了当将我们最真实的个情况来去告诉神知道。正如祂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如果你知道我是哪一位的时候，你会反过来问我去拿这个活水。今天我很想彼此的来去勉励，怎样将你那个的即是祈祷，每一个的祈祷变成一个祝福，就是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突然间体会到，哇，原来这个是你想我去经历的东西来的。即是调回转，我们不是只是单单一去到祈祷的时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好像即猛咁写纸仔，然后猛咁湿落个樽，然后猛咁掉落海一样，唔系啊！呢个系好多时候我哋成日做错嘅嗰个动作。每一次我哋嚟到祷告嘅时间，我哋就享受在同神嘅同在喺埋一齐嘅嗰个状况里面。然后我哋试下先去听下神有乜嘢嘢系想我哋去知道嘅咧。而我们不是讲的将我们的代祷清单去读完为止就算数。所以今天我很想彼此的来去勉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说要在神的同在当中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正确的对象应该是神自己，而不是我们的代祷时候，不是其他的人，不是其他的困扰你的事情，而是你应该分别那个时间来去跟神一起。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化每一个祷告变成一个祝福，好似耶稣是求紧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好似耶稣在这个时间是问紧我哋问题，但系调转翻嚟，其实耶稣想鼓励我哋，你有冇睇得到佢系边一位咧？有冇睇得到佢能够做喺你嘅身上边嘅系咩嘅事情咧？所以今日让我哋一齐嘅嚟去仰望我哋嘅神，进入到喺佢嘅祷告当中。因为你谂下，如果你嘅祷告冇咗神嘅同在嘅时候，你个祷告成为咩啊？你的祷告真的好像你走去一些地方去举起支牌来去示威，我争取什么什么什么，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但是你发觉如果当你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祷告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就会看见或者去聆听得到神去对我们讲说话，神去鼓励我们 的那些动作，以至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得到帮助，哪怕问题未解决的，哪怕困难仍然存在的，
但嗰一刹那佢就得帮助，正如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短短嘅嗰个对话里面，佢嘅生命里面有好大嘅改变，因为耶稣喺同佢对答当中，冇羞辱到佢嘅同时，反而嘅去鼓励到佢嘅生命，去睇见耶稣基督就系弥赛亚，就系嗰位应许要嚟嘅，就系嗰位要赐福嘅嗰位嘅神，以至乎佢生命作出一个好大嘅转变。他不怕丑的同人分享他的软弱，以至乎将更多的撒玛利亚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怎样能够使我们的祷告变成祝福，就是每一次我们进入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先去等候神自己来去对我们讲说话，等候我们跟神去建立那种的关系，然后先至我们再做下一步，我们怎样来去祈祷。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会很不一样。好，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里我们讲话祈求我们常在神的同在当中。刚才我们讲话要在神的同在当中来祈祷，但这个我调回转来讲的时候，我们的祈祷要有一个很重要 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要时常在神的同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为这件事来祈祷，我们 一入祈祷的时候，我们就通常运用即祈祷三部曲的，虽然可能你未听过，祈祷三部曲是什么呢？赞美神，感谢主，然后祈求咯，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一来到祈祷立刻祈求，你来到赞美神。赞美神讲的什么？赞美神讲紧咧，我哋哇，佢真系好啊！即系你赞一个人唔会话有利益关系，你先赞佢啊嘛。我赞美你，因为你俾钱我，唔系啊嘛，你唔会咁样噶。你赞美佢，因为哇，你真系靓啊，你真系良善啊，你真系嗰个即系谦卑，你真系嗰、那个即系对我好好满有恩惠嘅嗰个神。所以你赞佢嘅时间，佢就系嗰个人，佢就系好事实上面，佢就系咁样一位神。所以你赞佢嘅时间，形成你进入祷告一个重要嘅渠道，系咪？但好好少，我哋喺祷告当中，第一样嘢我哋为自己祈祷就系话：神啊，我哋好想喺你嘅同在当中。嗱喺呢度有一段嘅经文咧，喺即系想分享嘅时间，第一点我系想同大家讲嘅，系冇人能够躲避神嘅同在。我哋睇翻头先即系第二段嘅呢个主要嘅经文系讲乜嘢嘢？诗篇139篇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啊，虽然我睇多咗嘅吓，但系我哋先睇第七节，重读呢句说话：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然后不要忘记他这节经文里面，其实即是在成段由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其实诗人他讲了一个很大的道理，这个大道理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大词汇，称之为无所不在 Omnipresent、啊、然后即你发觉以下所形容的几节的经文，其实都是讲神无所不在。我们即管看看这个继续讲，他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躺在阴间，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压碎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看不看到这个的形容？特别之处在于是什么？就是他的意思说，哪怕我躲在黑暗的当中，神都在那一处；哪怕我是去到地极之处，神在那一处。我去到哪里其实都是一样，因为在神的眼中里面，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所以他这里也都提到，即升到天上或者落到阴间里面，神仍然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哇，既然我们没有得避的时候，即是说神愿意跟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同在的时候，我们反问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祷告里面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我想提醒各位，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设立了一个关卡，我们觉得神没有跟我们同在。因为我们都会引经据典的，我们引经据典就是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他讲什么？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他讲了什么呢？我们可以避到神的，因为只要我们不圣洁，就见不到他咯。
弟兄姊妹，我哋成日捉错用神呢句说话，究竟系咪咁讲咧？你唔好忘记，你睇佢成句说话嘅结构。有时候我哋咩为之即系断章取义咧？当然嗱，我而家都系断章取义，因为我喺成个十二章里面只系攞咗呢节出嚟。但我哋喺呢句说话里面，我哋再只系攞咗其中一忽，要追求圣洁，因为人唔圣洁就不能见神嘅，不能见主。但系唔好忘记成句说话讲紧乜嘢咧？成句说话佢系讲紧你同众人嘅嗰种嘅关系，然后跟住佢鼓励我哋追求圣洁。意思讲紧乜嘢嘢？希伯来书嘅作者其实着紧我哋同人同神嘅关系。你想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独家村来的，我们不会跟人跟神有任何的接触里面的时候，你都可以很圣洁的，老实说那句，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让人觉得你有做得很差的事情。但你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先去鼓励我们跟众人来到和睦，然后鼓励我们追求圣洁。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直接也自然的关系来的。很多时候你发觉我们同人际之间的关系，往往有时候都成为我们很多代祷的需要来的。是不是？你见到 你身边 的人有身体软弱，你自然很想为他代祷。你见到你一些问题，可能你的对象令到你自己成日都可能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可即我希望你都仍然是为他代祷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去到那些环境里面，我们未必 会为他代祷。我们觉得他这么衰，我为什么要为他祈祷？但你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什么？跟人之间的交往里面要追求跟众人来去和睦，然后追求圣洁。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只是单单是跟人的相交里面的时候，你发觉我们都很难去真的 去成为那个真的完美的人。所以他鼓励我们，我们靠自己要跟人来到和睦的时间，往往都有落差的地方。所以他鼓励我们追求圣洁。所以这个要求不是说、你做好这样就做这样，不是。他讲的就是说，当你跟人相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不够，所以我需要一些更多。而我在需要更多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意识得到，不是我自己的能力、经验、过往的事能够给到我这个能力去做，所以我才会向上来到去望，以至乎我支取从神那种的力量。跟着他最尾先结尾就是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他不是去集落到集话给我们听，你没办法见到神，不是。只要当我们一个意识就是说，我们愿意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同在当中。我再看多一段的经文去印证我刚才啱所讲的这句说话。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圣经咁讲，佢话：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的理由是因他们未曾认识父。我读到这里先，这里特别我很想提一件事。约翰看了一个重点是讲什么呢？某个程度上面，我们已经叫做神的儿女。但他这里再一次的来到去肯定给我们听，你不单是叫做神的儿女，你实实在在都是神的儿女，因为你对神有一种的认识。所以你发觉之后第一节的下半部他讲什么呢？世人不认识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未认识父嘛。所以你认识的父，某个程度上面你对神是有一种的认知的。一阵间第二、第三节继续讲下去。所以今天我很想彼此的来到勉励，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说进入神的同在当中来祈祷？因为进入祷告里面的时间，照到你跟神建立着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令到你更加认识他是哪一位。第二节他继续这样说，他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见到他的本相。凡对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是洁净的一样。是不是很衬刚才那句说话？
约翰鼓励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叫做基督徒，叫做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然后他再一次在第二节这里提醒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将来怎么我都不能够肯定或者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基督再回来的时间我们会赐他，因为我们会见到他一个原原本本的真相。然后第三节继续鼓励我们，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也都将来会见到耶稣基督是完美地这样来到来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带着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圣洁的时候，既然耶稣基督是那位即是这么纯洁的神的时候，我们来去等候他的就自然会去寻求似他的那个样式，因为他就是那位洁净，他就是洁净的神。英文圣经用 pure 这个字、okay? 所以今天我很想彼此的来去勉励，每一次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祷告的时候，如果撒旦去给一个的谎话，一个谎言，他对你说你这么差，神都不收你了，神都不会听你祈祷，我想鼓励你拒绝这个祷告，因为你不单止被称为神的儿女，你真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对这个神有认真的态度，你愿意进入到他的里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你看见的不是我的需要，不是我的问题，第一件事你看见就是说，主啊，我好需要你，你就会发觉你很自然期望你现在已经能够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从一节经文也是 confirm， 即是肯定刚才我们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这里形容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英文是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今天原来见到神不是说我们已经无瑕疵、我们已经完美，我们已经去我们一般世俗所形容的那种圣洁，圣洁在耶稣基督即是那个 的形容，或者是圣经里面一种的形容，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那样东西再不是它原本的状况，而是一个分别了出来，就好像圣殿里面 去让每一个的家具 去分别为圣的时间，都是祭司将这个祭身献上，然后将所拿来的血抹在每一个的家具里面，去说这个坛现在属乎神了，这个杯属乎神的，这个盘是属于神的，这个帐幕是神的，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被血，都被这个羔羊的血来去洁净。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当我们心里面有那种的清心，有那种去追求纯洁 的时间，耶稣基督鼓励我们，我们就能够见到神。所以今天我很想彼此的来去勉励，当我们说我们要祈求我们常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是神是没有办法来去躲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去坦然的去告诉神，神啊，我明白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 的难处，我的污秽在哪里，我现在很需要你，求你先来去洁净我们，然后我们才再将我们自己其他的问题去带上给神。好，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求神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很多时候你发觉当我们去做这个祈祷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能不记得啦，或者没有怀疑啦，我们或者经常用的三部曲啦，赞美、感恩然后祈求啦。但是我想讲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忽略了一颗愿意的心。这里有一段经文，我相信即都 大家都是熟悉的，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十五节，圣经讲话，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却是不肯。这句说话中文圣经其实即在翻译的当中，可能我们特别看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一个字眼是即不见了的。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很清楚的，他说 In repentance and rest is your salvation， 即意思是讲的什么？你们的救恩是需要在悔改和安静的里头。
OK， 所以佢话啊归回安息，点为之归回安息咧？归回即系当然可能你可以意象得到呢个系一个即系个态度嘅转变，或者系呢个行动嘅转变。但系呢个归回却正正系提醒我哋呢个悔改。上个礼拜我都有提过呢一点，关于悔改。好多时候我哋喺生命当中，可能我哋冇去悔改嘅。我哋已经领受咗救恩嘅人，我哋可能唔悔改嘅。个原因系咩？我系觉得已经搞掂咗啦嘛。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看看即是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民讲的什么，他说你唯有在悔改和休息的当中来到去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也彼此的来勉励，如果你有看卢云神父的灵修小品的时候，今天正正是今天他讲出一个祷告里面一个内容里面，他都有包含一些东西，好像这里所讲。好多时候我哋嚟到去神嘅面前嘅时候，我哋冇睇到自己需要即系改变嘅地方，我哋冇睇到即系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同我哋嘅祷告之间嘅关系有啲乜嘢嘢系能够可以嚟到去加力。所以佢鼓励我哋要安静。安静嘅意思系讲乜嘢？安静唔系你瞓着咗，安静都唔系你乜都即系唔做，安静系喺嗰一刹那你自己走落你自己嗰个嘅宝座嘅位置，然后你尊神喺你生命当中嚟到去带领，嚟到去掌权嘅嗰位，你由自己嚟到掌控，到交俾神嚟到去掌管嘅时候，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另外他提到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在平静和信靠里面，所以他又缺少了那个就是信靠的字，就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今天诗人如果见到以色列民是一个不肯的状态，我们要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都不肯去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和休息在他那个关系的里头呢？这个其实都即是彼此的来去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我们再看回今天即是路加福音的经文，第九节我看了，所以我只是很快读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节这里所讲，他说因为祈求，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有时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他重复的字句。第一句的说话他已经说，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寻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你留意第十节，他是反过来再一次讲，就是说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凡是寻找的就找到，凡是敲门的就给他来到开门。所以今天我很想鼓励的就是路加医生去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很想告诉我们，神是很着紧你，神很着紧你一个地步，就是说当你真的这样来到去测试神是不是信实的时候，神调回转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他。所以今天我很想彼此的来到去勉励，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如果看埋落去后面第十一、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的时候，你发觉路加的焦点是很想透过耶稣基督的说话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见到神自己。第十一节他继续讲，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其实是提醒着门徒，提醒着我们，我们祈求就要得到，寻找就要寻见，叩门就要为我们开门。因为这个门不是只是单单我们的代祷事项，这个门讲的什么？通过圣灵，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就理解得到神想要我们经历最好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很想来到去即是彼此的来到去鼓励，求神给我们一颗乐意的心。愿意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到第十二节是我们一个的祷告。这个祷告虽然你五十一篇成篇都是一个叫悔罪的 诗篇，但是这篇的诗篇却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特别他用的字眼里面去提醒了我们，都可以回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关于新约，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些字眼。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扶持我。这里讲重新有正直的灵，它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坚定的灵，因为英文NIV 圣经用了 steadfast 这个字，一个是坚定的灵。所以你发觉当诗人祈祷的时间，他知道自己得罪神，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即系离天大祸啊，即系大罪啦吓。然后咧，佢仍然去想象得到神系悦纳佢，所以佢先会作咗诗篇51篇，系咪？而佢喺呢个祷告当中，呢、这个祷告系写得非常之好，因为往往嘅问题出现唔系我哋一刹那间嘅嗰个决定，系我哋嘅心灵嘅嗰个状况。所以佢呼求神去做清洁嘅心喺佢里头。使他有一个乐意的灵或者是正直的灵来到去跟随神之的脚步。这个正正是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将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坦诚的去打开我们的心扉，跟神讲，神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状况，我们需要你，我们看见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给我们不是一个名分，你给我们一个实际的儿女的生命，而这个儿女的生命我们可以去看得到耶稣基督是等着我们的。而当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那位纯洁洁净的那位的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今天都追求像耶稣基督那种的生命呢？所以诗人他继续祷告，他说求你不要丢弃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今日基督徒最大一个问题就好像参孙一样，参孙的问题在哪里呢？每一次大利拉来去骗他，啊，你告诉我你得力量的这个秘诀是什么东西，每一次他都耍他，啊，用一个不是正确的答案给他，但因为被人烦得多，所以他都说哎呀算了，我都告诉事实给你听。于是乎他画了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剪过，然后大利拉就将他出卖给这些腓利斯人。当大利拉呼叫说参孙啊，腓利斯人来到捉你了，参孙起身还仍然好像以往一样想靠着神给的力量出去来去战胜这帮腓利斯人。结果圣经怎样形容参孙？却不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弟兄姊妹，今日当我们说要进入祷告，当我们说要在神的同在当中去跟我们的祷告扯上关系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的不是单单求求求求求，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只是供求的关系，主我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一切，然后夹硬接一些赞美的说话，而是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见得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的美好，那种他建立我们生命那种的力量。以至乎我们再看回我们的环境，纵然问题没有改变过，纵然问题还未解决，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多了一份的力量来去面对。盖恩夫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她是一些写灵修小品的一位的作者，她说什么呢？她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外在的力量去面对外在的事情，但是他说我们最应该基督徒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用内在的那种的生命来去对抗外在那种的力量。想想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解决 的智慧，就是各样的东西我们来去处理事情，从来我们没有将这些东西直接先去带到神的面前。于是乎我们往往就只是将一张的清单来到交给神，神听的话就是他同在，神不听的话他缺席在我的生命当中。耶稣之所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单单说神啊，你走了去哪里，不是。耶稣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他呼求只因他心里面那种的难处，他将他最心底的那句说话讲出来，但同一时间他是带着那种的信靠，神啊，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圈住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耶稣在十架里面所讲七句说话里面，其实都是表达着他对神一个绝对的信靠。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俾我哋去系睇得见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需要祈求我哋时常响佢嘅同在当中。接下来我哋预备我哋嘅心灵去领受呢个嘅圣餐。我鼓励已经受咗洗嘅弟兄姊妹都可以真系一同嘅领受。如果你今日可能冇特别嘅预备嘅时间，亦都唔紧要。因为那个饼和那个杯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告诉我们听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去预备这个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先一个祈祷，求主来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首先踏出这一步来去触及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触摸我们的时间，不是只是单单要我们在感受上面好一点。而是你想鼓励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可以同你产生那种永恒那种的作用，这种的作用能够导致我们的灵是被唤醒，能够体会得到你的心肠是如何，能够有那种安静等候的心去知道 你所做的都是在你自己的计划当中。我们愿意交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才能够让你的作为成就在我们里头。所以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再用这个饼和这个杯去纪念你为我们舍身和流血的时候，我们就实实在在可以宣告给众人听，神你的爱超出我们所想象。所以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进入这个圣餐的时刻，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让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23-29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人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液。人应该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也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我经常用第26节作为一个焦点，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整段经文是提醒我们要纪念主。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出了同样关于刚才我们所说 在神的同在当中祷告的这个题目一样，我们觉得我们纪念主的时间，其实主是缺席在这个的圣餐礼里头，因为我们纪念着祂嘛。你想象一下，每一次当我们去做一个纪念的动作的时间，那个人通常不在我们中间，但是我再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是宣告主的死，难道主的死只是单单讲没有盼望，我们只是等候将来那一日主再回来？当我再去查翻其他嘅版本嘅时候，新国际译本话 ：You proclaim the Lord's death until He comes。我哋系宣告紧耶稣基督嘅死亡。究竟我哋宣告紧呢个死亡系讲紧啲乜嘢嘢咧？就系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透过耶稣基督嘅牺牲，牺牲佢嘅身体，牺牲佢嘅性命，嚟到可以进入到神嘅同在当中。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的圣经里面形容这句说话，说 You are retelling the story, proclaiming our Lord's death until he comes. 我们重复讲紧这个耶稣为我们牺牲的故事，然后我们说透过耶稣基督今天可以进到神的同在当中。所以同样是一个宣告，就是说主今天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领受这个饼，除了我们真的纪念祂而已，而是我们说欢迎神的临在，透过祂这个救赎的行动，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那种更新和改变。
所以当我们再拿起这块饼的时间，我就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因为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这个葡萄汁是预表我为你们所流出的宝血，是和你所立的新约。所以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间，我们讲紧我们在基督的死里面有份的时间，就正如保罗所讲，我亦都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来到有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拿起这个饼和这个杯，当我们一起的来到去享用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这么刻意地提醒我们要按住主给我们的规矩来到去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因为耶稣想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讲一下的那种爱，他真的用他的生命来去救赎我们。而每一个救赎的人，我们已经和神和好，进入到神同在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为到这个饼和这个杯祈祷，预备好你的心去领受这个圣餐。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去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宣告他的死带来那种生命的同时，我们今天都能够可以实实在在讲，主感谢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同在才能够带来生命那种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尝这个饼和喝这个葡萄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同一时间是邀请你的同在临到我们众人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激励，能够行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主你的心意。主是愿意你成就你的工作，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合用的器皿，能够施予福分给身边的其他人，因为这个就是你很想我们去为你做的事情。我们为你宣告你的救赎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好，请记住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写，耶稣祝借了就擘开，递俾门徒话：呢个系我身体为你所写嘅，我哋一齐嚟到去领受呢个饼。佢都攞起呢个葡萄汁，话呢个葡萄汁预表咗系我嘅血同你立嘅新约，我哋一齐去领受主嘅恩典。我再次祷告。天父，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因为你对我们说的说话 你都总是说你愿意，你愿意进入我们的里面，你愿意更新我们的生命。但今天反而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最巴不得这个都是我们的祷告，求你给我们一个乐意的灵，你都时常同你在一起，让我们生命时常的再同被你来去激励。不论我们是不是做祷告，还是我们工作，还是我们只是做我们日常的事情，求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灵不断地来到提醒鼓励我们，因为你无所不在，你愿意与你的儿女来到同在，求你帮助我们，俾我哋知道你嘅爱系何等嘅长阔高深，我哋感谢赞美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